Hello Kitty 的世界。Hello Kitty。嗨，你好。Hello Kitty， 你今天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有朋友要来找我，所以我要准备一点惊喜给他们。大家在等 Hello Kitty 的时候，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吧。Hello Kitty 是在11月1日出生的，名字叫做 Kitty White， 她跟爸爸乔治、妈妈玛丽还有双胞胎妹妹咪咪一起住在英国伦敦。在 Kitty 的世界里，所有东西都是用苹果测量的。她的身高有5颗苹果高，体重有3颗苹果重。 Kitty 非常喜欢旅行，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位伟大的钢琴家。他最爱吃的食物是妈妈做的苹果派。他下课的时候最喜欢听音乐、看书，还有做最喜欢的运动，那就是打网球。Hello Kitty 也很喜欢读书，他在学校最喜欢上的是英文课跟美术课。他身边总是围绕着朋友，毕竟 Hello Kitty 的座右铭是“朋友永远不嫌多”。啪啦，做好了。真是太香了，谢谢。哦，小朋友们，我差点忘了说，他也爱吃他妹妹咪咪烤的饼干哦。啊，你们大家在说什么啊？我只是告诉大家，有个朋友很特别，喜欢到世界各地旅行散播欢乐。我也喜欢在世界各地散播欢乐。对呀，我们在说的这个人就是你呀，Hello Kitty。